师傅不要我了，我把师傅迷死。自信的小黄扬言要迷死小杨哥，我们一起来看好戏吧。师傅他不是最喜欢看美女主播吗？我现在穿的跟那美女主播长得一模一样，好看吗？师傅，你把你家浴巾裹你上去了？没有，我穿的这个是包臀裙。包臀裙是包臀的，不是包你。你那是包的啥？ 你跟小妹穿一样的，你俩差距有多大？还是差不多？一模一样。来，小妹过来，小妹。好的，妈。再面点，你俩看，胸看啊，很明显，他俩穿，你看一样，你看，来侧面，你看，来，跳个舞，这，哎，让扭一下。来，小妹扭一下，你看，很明显一样。 季报朝小杨哥被告知解约法庭见后，不安分的小黄又把炒锅对准了大杨哥。大杨哥在吃蛋糕啊！大杨哥吃蛋糕，怎么不把蛋糕给我送过来？大杨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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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杨
节啊，送你那个蛋糕。这你吃了吧。啊，我带你去吃蛋糕。你看，这什么？那个 A4 纸。这不是我吗，兄弟们？这什么？这是我，把我的照片都干烂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对，兄弟们看啊，把我们的装在口袋里面。对，我们就觉得师傅嘛，一定要尊敬，一定要尊重师傅。他们真的很认真啊。知道我懂。好。我回头给你搞好了照片。好。要帅的是吧？对，一会儿我给你搞照片。小黄子，来，我们一起吃个蛋糕啊！吃。小黄子，姐，你姐我放你上，就我们吃蛋糕，随便。作为女性，要淑女一点，我慢。单单吃一场，过个生日嘛，不容易。能不能像我这样？你看，你这样，慢一点。哦，一嘟嘴。能不能你就用这勺子吃吧，好不好？哦，好。你看，你看，轻轻的，你看。此言吃是福，能吃是福，能吃就好，为你感到高兴。那我们吃完的时候我们再笑啊。吃完了吗？吃完的时候再笑就特别好看，你毕竟笑一下。等一下啊，可爱，好努力啊，小黄啊，小黄啊，记住我的话啊，有些东西要该安静的时候安静，对不对？你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，好吧？好，就是要温柔，好吧？你要温柔一点啊。好，蛋哥拜拜，蛋哥拜拜，好听了。非常快乐。你刚才听到一个叫声，没事吧？啊。没事，就我的妈，我扔了，我还以为是谁摔跤了呢，没事啊。对，来，兄弟们，拜拜。你看，你这个照片应该就放在旁边，做你的就是可以鼓励你。对，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想到他都对我说的话，用来鼓励我，好吧？好，小黄啊，拜拜啊。好。鼓励兄弟们，不是鼓励，是压力。一身反骨的小黄在带货遇到法律问题时，
毫不犹豫的甩锅给师傅小杨哥，真是师傅的带刺小刀。多少颗豆？真会给我找活干，兄弟。松，来，我看，一颗，两颗，三颗，四十一，四十二，七十二，一颗多重？七十三，八十四，没有四十五颗赔钱吗？八十六，八十九，九十，他一包里四十五颗啊！你不要再说了，没有四十五颗，法庭见。不关我的事，小杨哥卖的，我只负责卖而已。啊，对，要不主要责任还是在小杨哥那边。数一下瓜子仁，以后我不会再卖大米这种东西，兄弟。这个不数了，这个一看就吓死人。现在一口饭几颗？小杨哥在直播间传授弟子小黄双节棍。我们来看看他学的怎么样呢？小黄，你这是要？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！小黄要下蛋。就在昨天，小黄带货又翻车了。返乡带货效果直接拉满，网友们直呼这比综艺还好看，让我们耐心看到最后。到穿夏天穿短袖的时候，是不是会粘在你短裙上？来看，看到没？它是一个很自然的、很自然的白，听没看到吗？听没看到吗？很自然的白，你的肤色就是上去一个度了。来测试一下粘不粘腻，对吧？吸收一下，看看粘不粘腻。啊、看到来。不看了，我们就不看黏不黏腻了吧，兄弟们。我们就黏不黏腻也不重要，是不是？我们不测黏不黏腻了，没有必要看黏不黏腻，是不是？对，这种东西是不是黏不黏腻根本也不重要，不重要。来下个品，来下个品，下个品，下我先出。我们啊，下要下来，你先去下个品，我们下个品。你想上厕所对吧？去去去，好，来。哎呀，我都把你睫毛啊都送到高光那里去了。笑不活了，小黄带货睫毛贴时被可爱网友狂刷墨镜，几度崩溃。哎，兄弟们，现在小黄舌苔很久没给兄弟们卖睫毛了。哎，看到侧面了，兄弟们看到侧面了啊。哎呀，你们给一号卖都给他学生送什么墨镜，你粉丝 OK 他在拉黑 Coco， 粉丝就上帝，小黄粉丝就上帝，自然款没看见半天我在搞什么。我都把你睫毛啊给到你一盒，我要给他们看一下自然款，温柔一点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我心跳崩了，我的妈！好，看好哦，呜、哦，根本拦不住。好，然后就跟着你前面再贴，再贴一撮，来看，贴了眼睛会远吗？贴了眼睛会近一点。啊！我给你拉黑哦。看啊，看，在你的眼头给来一，哎，又来了，哦，换了一个，谁呀、啊？好几个，哎呀。你之前不是说没人想娶你吗？你现在不高兴吗？有人要娶你，这样子特效好好看了，看看。啊！你不要卖了，最后一撮了，我最后一撮了。啊，最后一撮，我们就粘在这个眼头，你们看啊，眼头。哎呀，没看到哎。哎呀啊！不行，小黄，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，最后一处叶帆放手了。哎呀，我没有叶帆呐，我胶水要干的。谁呀、啊？不播了，下播了，好看，下播了，下播了，没有。